知道现在几点了吗？9:01。你知道吗？你有听过时间就是金钱这句话？你给我迟到59秒，就是在浪费我的金钱。我的钱就是要白白养在你这种员工的身上吗？老板早。大家早安。最近怎么都没有看到崇文啊？对，也没有听说他要离职的消息。我在想，崇文会不会是中了公司的传说？你是说404号的传说吗？嗯。现在公司都在传，只要在晚上11:59的时候到士林试试，按下 ESC 键，你心里想的那个人就会消失。这东西你也敢叫啊？这里跟这都要回去重改，明天10点交到我办公室。老板，我觉得陈安的想法其实很不错，只要多加点巧思，应该可以更好吧。吴承翰啊，听到没有？多多加油啊！田伟啊，你的想法跟概念还是跟以前一样的好啊！啊，哎，以后啊，你们好好的跟着田伟啊看齐啊！啊，很好。那今天会就开到这儿，大家回去工作吧！啊。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都可以跟我讲啊。不用啊。11:59的时候到士林试试，按下 ESC 键，你心里想的那个人就会消失。下午了，怎么没有看到陈汉呢、啊？不知道哎、欸，亏他昨天报告改那么完美。对啊，真没想到他能写出那么棒的提案、欸。难得老板都在称赞他哎、欸。嗯。只要在晚上11:59的时候到士林试试，按下 ESC 键，你心里想的那个人就会消失。可是我记得好像不是这样子。那不然是怎样？好像是按下 ESC 键的那个人会被传往到一个没有